够了！你都是些什么节目？是想提前送我走吗？不是不是，大人，这活我以前干过，业务比较熟练，所以想给您开开眼。烟雨开口，我去入厕。哎，大人！大人！你想做什么？狐妖大人，奴婢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。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大人你就喜欢上了你，深深的被你的魅力折服。大人你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这待人真诚，最重要的是善解人意，这点我很喜欢。每次见到你，我的心情都很激动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爱意就在我的心中悄然流淌。这好耳熟啊，是不是在哪儿听过？不可能，我第一次真情吐露。那倒是吧，我该如此了。大人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再练练吧。大人，我美吗？大人别。别什么？这次是奴婢想窜戏。这是什么？这和帝君的符文很像，难道是？原来如此。你可是这时候？奴婢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？你天天打扫寝宫，宫内何时多出一块妖牌，你会不知？奴婢真的不知道。大人，奴婢太疼了肚子，真的得去个茅房。是不是那个奸夫的？大人不要胡说，哪有什么奸夫？还说没有？今日故意拖着我，肯定是有奸夫藏匿寝宫。这不就是块普通的入宫妖牌吗？也不知道是哪个人丢在这儿的，不愧是大人寝宫进贼了吧？我得去看看我家当还在不在。